我们第二个主题的部分主要是用所谓的云端协同合作的部分。那这个的话，我们原则上是以 Google 的服务为主，因为 Google 服务现在已经串联很多了嘛，所以你要整合就相对容易。首先，我们先看一个哈，就是这里面我会针对这几个部分，第一个 Google 文件，第二个 Google 的试算表，再来 Google 日历，哎，Google 日历也很重要吧？因为大家的行程很难巧，对不对？人家排你的，哇，糟糕，你那一天有事，哪一天有事，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慢慢问？如果我把办公室的老师的都加在一起，或者大家有个共通的，是不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好，那这个是要会的。那么以前我们有用过这个 Google 绘图，有印象吗？就当做白板了，好，当做白板来用啊。另外呢，最近 Google 有很大改变的，都是在什么？Google 表单。因为 Google 表单现在这边，如果以前我们要上传作业，我们现在中正不是有那个中正云吗？啊，你有爬上去了吗？还是你都在下面看那只云在飘而已？啊，好用吗？好棒哦，老师你怎么这么勇敢？这个有录影呢。你看其他老师都不敢讲，你竟然讲得这么白，你只要说我没有。我觉得普普通通而已就好了 开玩笑，真的有录影啊、哦 还好没照到你 开玩笑哈、哦。那现在呢，其实您也可以用 Google 表单去收什么，收作业或者同学练习档，那这样就直接传到您的云端硬碟，方便很多。好、哦，而且你要做考卷也容易，哎，要做考卷也可以，甚至这种有没有？团购啦，还是旅游啊？两两都调查工，哎，我们要去哪里？吃哪一家？大家都有不同意见，哎，有调查的，你们问到我，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直接选，哎，这样也方便很多。这样有了解了吗？好，那我们待会呢就先从这个开会的部分进来，因为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你开会的时候会议记录谁做？好，你做。那你有想过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因为都是你自己写啊。一个人要写大家讲的话，还要回去听录音，很麻烦呢，对不对？如果假设是要很仔细的话，那一种呢？如果一般的会议大人就是简单做一下，那倒还好。以后开会知道怎么做吗？自己要讲什么自己打。谁要讲比较多，自己打多一点。有关系吗？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线上语音嘛。你忘记了我们以前有分享过线上语音呢、啊，所以刚刚那个有被我回收回来的，你可以再插进去，这是不录音，录 声音而已。好，这个麦克风还是可以用，好吗？来来来，老师，你该你可以用哈，那你应该也可以用。来，那麻烦大家先点进去哦，但是一个前提，你等一下登录一下你的 Google，有没有在这边？那。我有把一些情境已经写在这里了，已经写在这里，就是 Google 文件怎么用。我很少做讲义做这么白的，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知道那个重点，我就用 Google 文件做给你看嘛。好，那还是可以用。所以呢，等一下这个文件你可以把它开新分页啦，因为开新分页你会看的比较多。好，像这样进来了，对不对？我重新整理一下。应该像我这里有登录，上面应该会看到才对。哎，这个应该我有开编辑。现在大家都有的，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海豚，有灰熊，这样了解吗？各位都是匿名的啊，你了解哦。其实如果你正常来讲，这后面还有啦，现在总共有13个，有没有？这里还有很多。好，那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发现有没有？刚刚大家都有人贴图。有人打字，是不是都进来了？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共同编辑？所以如果说你要大家一起编辑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各位，就是如果你看到，比如说，哎，他在这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个符号了？有一个这个颜色就基本上就对到这边颜色啦。好，那你滑过来也可以知道他大概是谁，有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在打了，我们就略过嘛。
啊，那也要喂。好，你就不要跟他打在一起，我就点后面啊，点下去。那因为大家这个是共编，共同编辑，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因为不是每个人打字都那么快嘛，对不对？你还记得吗？你看我左手边，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大纲的功能？有没有？大纲的功能是要做什么的？大纲的功能，你看我就要看哪一个？其实这里可以点，你们能可以点啊。我这边是刚好挡住了哈，不能点。但是这个你看，点一下，点一下，有没有就直接跳过去？所以，哎，请问一下，论文有没有有那个标准格式？大纲、标题一、标题二。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会出现在大纲了吗？一般文字当然不会嘛。所以你只要是标题一二三四，都会出现在左手边，而且有没有阶层？这样你要看文件有没有比较简单。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哈。那个文件的那个大纲从哪里打开？从这里，从叫做检视，我看一下，应该是格式吧，还是工具？抱歉，工具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文件大纲？所以平常我在上面这样用的时候，我会用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你很会滚，但是再怎么会滚，也要蛮久的，了解吗？内容很多的时候是要滚很久。所以你工具这个地方文件大纲一定要打开，这样方便很多。那你每一个，比如说开会记录，我点到它，我只要设成标题，看是一二三哈，标题一有没有就进来了。当然你取消了，自然就自动消失，因为它格式会受影响。那我刚刚提到的哈，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是有工具里面不是有语音输入吗？哎呀。不要忘记，这个也很好用啊。在这里，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要允许？你要允许他。有麦克风。对呀、我们现在我就有麦克风啊，所以用这样打字，开会的时候我都不用怕打字比别人慢，而且我比较敢讲。但是他没有标点符号，你不要忘记啊。讲逗点没有用。当然没有用啊，他会解逗点给你啊。对，他就不是西语嘛，但是所以知道逗点要去哪里找，从这里找啊。还记不记得？按一下之后在哪里？在这里啊，这里是全形的、所以自己要去标一下哈、这样会了吗？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这样，所以以后开会开一个这个就好了。因为现在说真的，我们大部分很多就是比较，就是大家就是资讯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一般在资讯公司，现在都是开会都用这样，我就开一个共笔，今天开会做什么啊，就整理一下。那做负责做会议记录的人，不是说回去听录音带再来打，而是他就根据记在里面的，稍微把它分开整理清楚就好了。当然你要贴图，要做什么超连结就随便你嘛，对不对？那你就看你讲什么。因为这样有图有真相有文字有记录啊，而且大家都有看过啊。当然他整理过会再发一份正式的，可是就是说那个过程就在里面了，好，就在里面了，这样是不是方便很多？好吧，那各位就努力一下，看你要讲什么了。好，那么我们经过大家一阵混乱之后，有没有每好多人都写了很多内容？各位，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到底，对对对，乱插乱插，对不对？对，大家都在编，因为都是同时编，那你又会产生一个情形，哎，他什么时候编的？那这个到底要不要接受？有没有想过正式文件的时候不会这样玩？我们现在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文件，所以随便乱玩。可是正式文件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这比如说哎，我这一段可能是要改或不改。那我只能建议，有没有？我建议说，哎，这一段可以怎么改比较好？是会有这种需求。这时候你看一下我左手边，我的都被你们打到了后面去了。你看，其实我左手边，人家我上面有写，有没有？那是往下面走的，就是其实我刚
有没有大纲功能的？第二个语音输入，第三个你要会用注解，因为如果这是一份 正式的文件的话，哎，我可能就需要什么写一下说这个要注意哪些地方，甚至我想要有不同的建议的，你可以用建议的方式，所以它有不同的编辑方法。好，不同的编辑方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假设我尽量不要选这一区的，因为我选不到。我选这个，你看我把它框起来哦，哈。哦。你有没有写给我们看呢？哦，真的、哦，抱歉抱歉。来来来，抱歉哈、哦，刚刚忘记广播。来，没关系，但你知道大纲了有没有？在这里哈、哦，我写在这边，所以你点了也可以跳过去。那我从这个地方，假设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我建议。就是我要做个注解，你看圈起来有没有发现右手边有个叫新增注解？按一下，注解不是只有国民党才有的哦。啊，这样没有很冷吗？听不懂。选举过了你们就忘了他，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第一个女主席耶。来，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我可以在这边写留言？哎呀啊，选举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笑话吗？嘿，要选不是只有注解而已，要出来投票，对不对？好，我有意见，有没有？你就按留言，这样他在看文件的时候，右手边就看到我有意见。哎，我了解不？解决。对啊，如果已经解决了，当然就解决了。解决是什么？解决了就没事啦。那随便人都可以按解决？不是啊，要看。你是我有没有开放你编辑啊？现在是因为都我有开放你编辑，所以你当然都可以解决啊。好，那这样有没有知道什么叫注解的？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种方法是有解决就 OK 了嘛？那你往下走，比如说我换这个好了，图片也可以哦，只要能够选起来都 OK。哎，图片你点到它就好了。那我假设这一段，你看我们右上角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三种不同方式？这里有三种不同的编辑方式。我们现在预设的就是在编辑，也就是说，像各位现在一样，你也可以打，我也可以打，你可以把它删掉，我也可以删。这样你了解吗？这样是比较容易有混乱，除非说大家都很守秩序嘛，对不对？都很有礼貌的，那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份文件内部讨论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大家都改来改去，但是我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弄出来，那我就给你们建立操作的这个模式就好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建立操作，好，你看哦，我把这个选起来，如果你有注解，那我打进去留言，那么对方如果有那个的时候，这里会有点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这里不一样？好，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回复，有没有？跟刚刚解决不一样，对不对？好，你可以在这边回复说啊，这里有没有什么？我觉得这样改比较好，就是不要动到原文嘛。啊，你有了解不？这个是建立操作。那其实你另外在看的时候啊，另外在看的时候，有的就是因为我现在都是自己打。如果是你打进来的时候，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如果我接受，就改成你的；啊，如果我们这个条文不通过，就不改。这样有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这样看可能比较看不清，你往下走好了哈。你往下看这里，我有抓那个画面，这里输入语音 keep， 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好，在这边，像这样。有没有这个啊？哎，糟糕，呵呵，这里我要不要接受？有没有用打勾的？我如果接受了你的建议，那我的内文就改掉；我如果不接受，就叉叉拍谁？没有，安内看得清楚了哈。对，它就是放在右手边，就是放在这一块，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在检视文件的时候，除了文本内容以外，我们右手边就会显示谁有意见，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卷到那边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勾之后，它写在这边的就会自动取代原来在这段文。对对对对对对，嘿，就看你要不要接受啊。这样有清楚了。好，那我把画面还给你，你可以找看看哦。好，可以稍微试一下，你就会比较清楚这样的功能要怎么玩哈。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讲的是 Google 文件，事实上 Google 试算表、Google 简报都是一样的概念。你只要是多人编辑，就有这些功能。